建立熟料特征，举出熟料贯穿，定义草图平面，选择此表面。绘制草图，半径相等，近色，标注尺寸，修改尺寸，切换立体，预览，确定。建立钻孔特征，钻孔，孔径二，钻孔行为贯穿，主要参考点选平面，选择 diameter， 选择轴，选择按住 Ctrl 键，前基准面，直径21，夹角，零度，预览。确定，pattern， 第一方向，角度增量15，点选直径-6。第二方向，角度增量30度，个数第一方向2个，第二方向12个，确定。选择几何，点选面，使用编辑底下的 offset 偏移，选择附带拔模的位移，垂直截面，草绘平面，
侧边行为垂直草图平面。定义草图面，选择上基准面，观测方向反向，绘制草图，点选 Offset Loop， 选择回圈，接受，往内偏移，负的 1.25， 确定，切换立体，负号代表除料，负一，角度三度，预览，确定，查询答案，分析模型，分析计算，使用内定密度一，查询体积67268.928，表面积69691.293，设计变更，新计算，查询答案，分析模型，分析计算，查询体积81088.545，表面积7499.748，重心 Y 坐标37.292647，完成。